这个前叉，这两只前叉呢，对准这个铁轨，啊，对准好了以后呢，车上有这两片铁板，啊，工作人员拿下来，插在那个车轮与铁轨中间，这样子的话，移车台就不会左右去晃动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在工作人员呢拉着这钩钩。就拉着这铁钩啊，那个驾驶室呢，有工作人员呢，把那个按机器、按开关了以后，转盘会转动，啊，转盘上面有 wire 手，啊，然后工作人员就拉着这个钩钩啊，去把那个转向架或者说那个车身啊，把它勾起来，勾到移车台上面，啊，那个转向架呢，就要送到车间工厂这边来，那个车身呢，就送到油漆工厂去。作业啊，现在我们再往前走，到那个车店工厂门口。